吃饭为什么先吃水果？顺序是这样啊，这以前就是郭慧珍不那个什么那个江淑慧他们就推崇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就这样做。是西医上面是说，不是寒胃的人可以这样做，寒胃的人就不能了啊。我是行的人，我也是这样做。为什么？因为水果容易消化，那你吃那个饭是相对，尤其是白饭相对比较不容易消化，那你会把那个水果放在胃的上方啊，还没有消化到啊，它就酸化了。但是如果你放在胃的前方，其实我饭还没吃完，水果已经消化完了，不会胀气。我们这种燥性的人比较容易这样做。那有的寒性的人哦，他先把水果吃进去，整个胃就收缩了，你懂吗？哇，这么一消化，所以胃口也歹去，消化机能也歹去，啊，规组歹了了。就敢那讲，你的火无大，你听有无？啊，你即马佫用冷水甲压落去，我当煞无火。你的鼻吼、哦、较冷，鼻较湿，安尼都对。哦，是这样。我是属于比较燥型的人，不过随着岁月啦，也会有不一样的。以前更燥，以前我敢小时候、像他这个年龄的时候，我一天可以喝2000cc 的他妈豆水，好得很，活跳跳，规身躯规工咧算嘛，算啊，憋得憋得，我迄日头愈大，我拢无咧惊，你听好无？迄晒到规个人拢乌的安尼，啊，然后爱算啊，啊，你若无食迄种冷的物件，破袂过。现在你就试看看，我现在我看到头发头我就喊不喊，我不买这人会变，人会变。这样旋陀罗尼的意义是这样子，旋陀罗尼旋转，总持旋转，就是说它能够将世间一切世间自身语言善巧说而不离实相，这就是旋陀罗尼。世间什么东西你都会是佛法了，吃饼嘛是啊，吼、哦、啊，医病嘛是啊，好歹代拢会使，就是玄。所以你看，是我们智者大师证得玄陀罗尼之后，他开始讲《法华经》，他九旬说妙，高才刚攻击你俩，《妙法莲华经》的妙字而已。为什么？因为太多东西都可以转进来，玄就是旋转、翻转，都可以翻成实相，是这个意思哈。所以《法华经》。本来就这样，《法华经》并没有说离开现实讲实相，真正的实相不离开一法，不舍一法，名为实相啊，是一直意思是这样啊。什么规定？哦，来来，法会报名栏应该把想与某人同住疗房删除哦，因为而且事务处禁止互换疗房，这些都是闲话的动机。对，没错，那这个事情稍微注意一下。想与谁哈，本来是一个好意啦，就是说怕有些人出学佛啦，好是这样。那我们可以不要这样写，看改成已经没有了是吧？本来就不是这样写，那上面有写回避。哦，内容证件名称是备注，如果与谁共住等等，其目的是用了解是否有同行的啦，或者你要照顾的家人啊，这个状况不同于说，你喜欢跟谁啊，所以。因我们或许这样吧，我们就把它更明确化，就是说有没有你要特殊照顾的人需要跟你同僚啊，这样子就这样就更明确了啊，就不要让你想错啊，我们是这个目的的啦。有时候真的会这样啊，嘿，囝早囝带老母来啊，老母有影就爱让照顾啊，你哎这样子是这个意思，所以就不要用想，也不要说备注，直接就说明了，有你特别要照顾的同行者吗？这样就好了。这样子是这个目的的，这样就清楚了。做事冲洗后擦干的坐垫晾下一位用的是干的，你是指那个厕所，厕所洗澡的时候你那个做事的厕所你把人家洗的湿了，对，你应该把它弄干。弘一大师离开人家离开他自己的住的疗房都整理的比他原先住的还要干净，这是修道人该有的。好啊，再来就是你正在冲澡的时候，你应该把那个坐垫拉起来，啊，你慢慢的扛哎，啊，你扛哎，卡挡嘛，你个夹开，个扛个夹开啊，今嘛洗好啊，你要给我绑过来，给我起起嘞，啊，你不要挡啊，你好。与其他人睡同方向打呼，打呼一起无所谓啊，但是那个臭脚实在没办法。这是啊。因为那呼吸都闻到他那个臭脚，是这样哈。
对，那像这个情况的话，你其实你可以直接跟他讲了，说，哎，你那个你是不是可以清洗一下你的脚？但是讲完，讲完，你们以后就变冤亲债主了。好，是这样哈，那怎么办？事务处有这个必要性帮你传达了，好，但是你要证据确凿，哦，就是说有第三者帮你做证明，这样讲行啊，卡拍皮啊呢。然后因为事务处他不跟你睡，他没有跟你睡在一起的这种义务，他是在中维持平衡的，好，哦，啊，他就可以写一张条子，好，哦，贴一张条子给他说，这个啊。可能你有人感觉到说，在你周边会比较闻到这个体味，好，我们不要讲脚臭难听了，而体味，好，可能是否可以让这位居士您哦每天要清洗一下，好啊，保持没有味道这样。但我们只能是道德劝告而已，哈，是可以的哦，这事务处我们只好去做这个事，好，好记录下来哦，送法华经正确的护念引导。等功用啊，好。那么去年秋季法华期的时候，法坛后在三门被两位尼师拉去正觉精舍，在没有预期下受菩萨戒，这算是法华经的感应吗？这要看你受那个菩萨戒是真上有没有好好守，哈，啊，有没有清楚。你的道理哈，那如果有你当时受就很用心哈，这样子是算是不错。但是是不是直接就是法华经的感应就难说了啦，好难说了，因为法华经的感应太多元了，我们就没办法说对号入座。但这样子受戒当然是好事。那有人说菩萨戒是很难受的，好不容易去受的，你这样随便去受，这样子好吗？有人会这样反问，那就要看你自己。好，你因为受戒完之后，你觉得有增上。不要讲正常，就是你觉得有安心，然后你在修行方面你觉得更加精进用功，对戒律更了解，这样就可以。啊，法会当中念佛的数目都比祖师的还多，而且还是利用空档时间念。有人说他们是用心念意念的，祖师有这种教法吗？这种是这样子，祖师怎么做，祖师本来就各种样子。好，但是呢，你那个。念的还要多，你觉得有些人的记录这个数目好像有点灌水这样哈，这种事情我们当你如果说公开这样讲，我们当然会提醒大家啦，我没有说是或不是，我不是他，不过呢，当然他有一个合理的念佛的计算法，比如说念要念清楚。理论上当然我们是希望你念出声音了，但是如果你真的用记得很清楚，心中这样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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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记得很快记得很快，真的很清楚，这样子当然呢也算了，也是可以了。不过呢，这里头就不能够以那个过度的灌水的情况，你要避免有灌水。那这样是不是你就真的能够念那么多，你自己要衡量，要清晰明白才算一句佛号。我们常常讲说一圈108念完一次呢，应该是要算100而已，而不是算108。好，那个零头应该当作是什么？当作是你没有专心念扣除的，这样才对。好，这样了解吗？好，比如说一分钟我能够念两圈半，假设是假设的啦齁，那你应该算一圈两圈。好，要扣一下才好。齁，是这样。我们有比赛，这其实不是我们的本意，但是呢，人就是有时候会有一点被激励感啊，哦，这是不得已的啊。我说啊，没关系啊，你们随便念了哈，各自呢发心。我告诉你，稀里糊涂就跑掉了，哦，是这样。所以说，我念佛要不要计数？哎呀，修行干嘛在计数？这是讲大话，所以讲大话，其实就是要计数，逼自己，哦，应该是这种概念啊，哦。出家前购入的。兽医现在已经出家，该如何处理？法拍，网路网拍，啊嘞，一元起标，啊嘞，哎呀，不变装，那你还可以这样讲，佛前加持过，你就在佛前念佛念，
啊，这样子哈、哦，然后呢，供养所得，拍卖所得供养，替你供养三宝，这样就很快就出手了。哎，什么都能卖啊，对不对哈、哦？啊，只要这样子，或者是说，哎，哪个师傅穿过的，抢着卖啊，这样子哈、哦，不要叫我穿啊。是这样，这也是可以啦，就是干干净净的，这样也是可以。像我母亲的，往生被我是留着的，还在。为什么？因为往生被不跟身体接触，他是先盖一件一般的往生被，才盖那件刺绣型的往生被。当时是在是人家从香港请过来啊，我觉得他很难得啊。我本来是要说供养长老的啊，我也会跟他讲说、啊、我母亲有用过。这样啊，他都没有芥蒂啊，没有介意啊，他现在还在啊，是那是往生被哈、哦。三十系念咽口一堂准备多少费用？三十系念念含咽口一堂多少费用？我不知道、欸，我们常住没有做这个佛事，好、哦，所以我不知道。但外面有来，外面有一定的做法，好、哦，你要找比丘帮你做的话，我也有师弟他在做，好、哦，我可以介绍，就法术法师啊，嗯。他都是用男众，原籍的出家众入关前要如何穿衣？一样，一般来讲，如果他很念佛，那因缘很好，他还是全身柔软的。像我母亲念佛三十六小时，全身柔软的跟水一样。那个什么，那个托工啊，托工啊，就是帮人家整处理这个往生的啦，乃至入乃至入殓的。哈、哦，他说啊，他七十岁老先生，他不敢碰我母亲，都是我们的比丘尼帮忙，但他旁边看到。换好衣服的时候，在扶进棺木，他帮忙扶一下脚，他吓坏了。他说像水一样，他特别跑来跟我讲，他说、哦：“你们佛教真是了不起，我做托公啊那么久，万八卦可以安呢。”我现在懂吗？哦，这样子是可以的。那比丘尼不让男众来碰那个他的大体，哦，就是要道友或者女众居士，反之亦然，男众就是男众，这样我们还是要保留他的一个尊严。哦，是这样，就这样而已。那万一身体硬了怎么办？就用热水，好、哦、污敷一下。那跟他祷告，跟他讲啊，某某人啊，现在帮你换衣服了，好、哦，你身体要放轻松，我才好换。这样，好、哦，阿姨不带起来，跟你讲好，阿弟们惊掉啊呢，哦，或者在耳朵旁边听到说好，哦，这样，有个比丘尼就跟我这样讲，说我够惊我呢，伊讲讲好了。我说、啊、你的东山导游还比较近啦，这样啦，就这样。然后他还是会怕嘛，他问我怎么办，我就说、啊、你有要说你别跟他怕、哎、我跟你晚上你别跟他怕，这样就好了。人王星有时候比较调低，你听好不好，你跟他说、啊、你不要看软的，他就跟你回答说好啊，排位怎么处置？生前可以处置，问他说他愿意在入牌位在哪，但还是要供养人家常住啦，不要放在那个世俗的地方嘛。哦，看哪里有牌位放哦，像我们清华寺也有，远那有的在哪里也可以。像我母亲就不要，他说牌位也不要，浪费。哦，我都啊，骨灰也不要，全部化为乌有。后来是因为光云寺慈悲啦，说啊买啦，刻几了啊，那啊就刻了一个放进去。所以我一直还没有机会回去看了，关于是现在因缘跟他某先后啊，现在的产权不知道怎么样啊，是还有些麻烦这样。好，那么就这样子哈、哦。那么总结总括请示出家原籍呢的需要注意的事情，就这样哦。对，还有他的身边的有的财物不要落到世俗人那里，那有因果问题，包括金色啊什么，有那个世俗儿女会来拿。好、哦、啊，因为咱的钱有时啊拢是十方供养的，啊这边安怎，都赶紧甲办，或庙司，还是多些多点供养出去。啊，伊个你继续住，你想、哦、改名，但是迄蛮爱钱呢，蛮爱钱。哦，迄有要开嘛开袂少，爱做买卖啊，蛮爱钱。嗯。哦，悲慢要怎么对治？悲慢是很麻烦的，很谦卑哦，样子啊不是很谦卑。很自卑，啊，自卑到你都卖超我，我这是别人的啦，安怎？其实他是反过来是慢性，这种悲慢，啊，这种要从自卑这里下手，要让他觉得说你没有那么差，
吼、哦、啊，修行当然有失败，但是你嘛无法你遐差，这样子很重要。有的人就是安尼，伊就感觉足自卑的，足自卑，吼、哦，就自卑，啊，就感觉我就他要武装自己这样，哦，这样不行，哦，这个不好。好、哦，要这样讲，要从悲自卑那里说。看到自己种种习气对境身心，比如说来会娇慢，嗯，说得不得体，被说不得，哎呦呀，麻烦了哦。知道业障深重，忏悔，但是那个内心的爆发当下，除了压他以外，避免伤己伤人，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才恰当。你要拜忏，把身心拜柔软，拜忏很管用。好、哦、啊，你不能拜法华三昧忏，你就拜八十八佛忏。拜忏，要身体去动，不能只是诵经。嘿，就这种较硬啊，你听好不好？你得用身躯去软，较软的去拜忏，是这样。好、哦，那当然，你要找一个愿意说你的失误，那就是你的大幸。好、哦，像我基本上唱公司跟我说，他说：“哎，你家里很穷啊，所以你看起来比较不会慢心。”这点是真的。啊，我对所有的师长，哪怕我出家前我看到一个沙弥尼，我都顶礼，我不会去分别。我只要看到出家，我都很欢喜。那哪个出家你讲我，我也会难过。我有我执啊，当然还是会难过，但不会生气。我会觉得很糗，很丢脸，这样还不至于生气。那你已经到生气的状态了嘛？还爆发爆了嘛？我这代志大条啊！这样呢，拍修行，爱赶紧求忏悔，哦，多拜佛，多拜忏。佛法有敬意，但是信力不足，所以呢是以失意心理解不失意境界，觉得很困惑。虽然口称圣号啊，行礼如仪啊，但是对极乐世界其他的经典描述有所怀疑，自知业障会浅啊，但是这清楚明白才肯信受，可能是自己可能已是百年身。对，没错啊，你要弄到明白可能百年身，你要信为能入啊，智为能度啊，所以信很重要，你就是信心不足，对，目前就是不求甚解的操作，心里也不踏实，那怎么办？要怎样才能在学佛路上笃定？好、哦，一直听，如果净土法门，你要多听，包括我在内，看你愿意听谁，一直讲解净土法门的甚深殊胜殊妙，你要听。再来，你真的要赶快加紧用功，在用功当中要发愿说，弟子呢慢心信心不足，愿我今天念佛，我每天念佛呢能够增上我的信心，我也为我自己的信心不足求忏悔，愿三宝加倍，问观音菩萨加倍，你要赶快求，要赶快求，要赶快求，这不是好玩的，好、哦。那么呢，如何才能够学佛路上笃定清楚，就是这样子啊。另外问末法众生是否以修净土为要啊，行有余力再看其他经典，还是以自己的兴趣为主做选择，是这样子啦。还是要以念佛为主，但是自己的兴趣不是都不可以，你比如说诵法华经，你培养法华经的兴趣啊，啊，比如这样的意思，但是大乘经的兴趣也 OK， 回向极乐，好、哦、这样，但是呢比例上要自念佛也不能少于你的兴趣，好，但是有个情形例外，就是说你心情很不稳定的时候，你要靠你的那个，你哦，你就乐意的诵地藏经，你念地藏经你就心情安稳啊，没关系，那个时候你是特别状况，你就好好去诵，这样啊，不然能调配的话，你就这样调配，好，就这样调配，听懂吗 ？OK， 好。此次法华期一大响宴呢、啊，法喜充满啊！谢谢，非常感恩和尚开示，让弟子能够更深入了解一时相。有一问题想要请教，最初想深入法华经法门，应该如何解行并进？把我这些讲法一直听，还有过去的开示相关的开示，你继续听。然后呢，你每天送一卷，能的话送一卷到两卷，多送五没有问题，少送会比较弱一点。最少要保持一天一卷，这样啊，然后七天就刚好一个礼拜刚好一部，哦，尽量要保持，一定要念。法华经很特别，我真的没骗你。他诵了之后，什么不净观属习观呐、啊，什么消业障呐、啊，发菩提心的，一次完成，一站够足，很特别，一站够足，什么都一起成就。他是实相法嘛，太强大了，所以业障重得不到利益。那你今天已经听到这样，你就赶快要这样做。除了诵法华经以外，有何书籍有帮助？千万不要去想这个事，那就在障碍你的。
你要看主事可以吗？可以，但将来自然这样子，你懂吗？你自然会知道，他会来找你，不是你去找他。相信我，不要去想看注解，你看注解现在会造成真上慢，所知障会造成这样啊、哦。再者，祈祷能有机缘去参观宝塔，入不思议境啊，是这样的。这个宝塔这个事情啊，好，早阵子。不用说祈祷有啦，那个就是如果有人带你上去，当然是看一下，因为什么都没有啊，还没建好，所以你随时可以去看，空空的、啊，空空的。那你可以想象，他未来可能会很庄严这样而已啊，里头什么都没有。哦，之前还有那蝙蝠的大便一大堆，啊，现在少掉了啊，现在因为他离开了，离开了这样，啊。那做肥料，对，那当然你要希望也回向宗教基本的早日通过，是的，很谢谢你，很需要。哦，最近那个国际的人权我们请他来，那要做平行报告，我们报了四场，哇，报了四场，看有没有人去讲啊，哦，我一定要去讲的，那看有谁能讲一场两场我就去讲，看几场这样。时间上，嗯，他们宣称是五分钟当然够了啦。可是我希望说能够讲得更完整一点啊，哦！再来就是五月十四号的样子还是几号？哎，十九是吧？那个东吴，十九吗？哈，十四还是15啊？十四哦，啊，有的连着呢哈，十四哎对啊，他那个是九十十一啊，接着就十四了，好快，嗯，而且两个礼拜内哦，嗯，这样子哈，哦，好，那么这欢迎你们一定要去啊，希望你们一定去，就是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好啊，有海报，到时候问一下就可以了。法学院在哪？那你说有个宗教与法律研讨会，希望你们来挤爆那个现场哦。那个都没有那个的啦，哦，没有拒绝人的啦，哦，当然要做好防护就好啊，哦。可否改善提醒与会人员感恩？改善什么？哦，座位间保持原定距离啊，请勿在诵经的时候自行移动位置。哦，对了。这当然是我们本来防疫就是在这样，就是固定在那个位置啊。当然后来没有那么要求了，是因为政府也好像也就差不多就放开了，是这样。你看现在你去 Seven 呢，没人叫你一定要实名制啊，有人要去买三明治，他就后来改成实名制。他说：“我是要买三明治啊，啊要实名制啊。”嗯，好，那我们是这样啊，所以说当然呢也是啊，好，这点没问题哈，啊，那个我们那个帮忙记一下啊，就以后天美啊，哎，帮忙记一下，他是说固定位，本来我们就是这样规定的，哎，我们就是这样规定的，但是因为是椅子嘛，啊，接着上面那个书架就挪来挪去，就被挪动了。啊，因为我们那个又盖书，我们又盖那个桌巾，那桌巾你要粘什么？你粘了那桌巾就坏掉了啊。好，哦，所以说大家尽量，我们会以后再稍微强调一下，靠右边靠或靠左边靠，第一排靠右边，第二排就靠左边，这样子，我们就这样教规定好了，哈，哦，好不好？好，哦，好，好，那这个小事了，哈，哦，或者用那个什么可拆的粘土，有没有？还是粘一下，不过那个会有油，还是会把那个布弄坏，对，啊，对吧？哈，哦，所以说我看是用胶的就好了了，哈，哦，好。请师父慈悲开示啊！弟子无意间拿了一些由在家人出版的书籍，内容有些谈论佛法以及佛图片，我觉得内容不适合，也不如法，但不知道怎么处理。对，就最糟糕就是这个东西，是怎么办呢？就是说在清净的地方把它化掉，因为如果不适合，你不要再拿出去流通，对不对哈？那古代没有这种化掉这种想法，因为古代书太少，资源不够，不会有这种事。现在太多。所以你就化掉，化掉之后在干净的地方把它埋掉，好，或者是流动的水当中让它流走啊。请问修《法华经》时是否有其次第与前行方便与修法？基本是没有，你就是慢慢诵，这样就好了。好啊，越诵越清晰啊，这样啊，不要诵过快啊，清晰随文入观，那一路保持这样啊，不停止，它就像钻木取火一样，这样子就对了。哦，当然了，还真的不行，你就先拜法华三昧忏可以。哦，好，这样。那下面这个问题就是说，来参加那个法华信徒行要不要做行？可以，就是
法本把那个字句破音字什么的多弄清楚，这是可以的。为为这两个字一下常常会很快的就搞不清楚啊，我为什么跟为怎么样，这两个有时候要念为和念为，有没有？我常常会念不太恰当哦，这个可以。还有啊，应该是要用那个没有句点、没有标点的我那种版本的，才有挑战，才会专心的。真的，我没骗你。如果是真要准备，就要这样准备，准备把那本经书请回去之后把它念熟啊，不能偷偷做记号哦。很快的，大概两三次、两三遍你就念得起来了。好，因为中它是基本上白话文嘛，所以你念到哪里自动停，会自动停，很特别。你不用看标点符号会自动停。好，这就是你的准备啊。